来，我们对表。十二点整，今天的行动代号抓鬼正式开始。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万哥，万哥，等一下嘛，我们现在要干嘛？今天的抓鬼行动，是这样哈，因为现在十二点整，对，然后呢，我们要去突袭一位大明星家里面。明星家，晚上十二点，因为他刚刚通告才结束，我们敲很久了，对，而且我跟他之间有点恩怨，哇，有点紧张，要透过你来做了解一下，这到底为什么，好不好？所以我就去明星家突袭。明星家，我直接敲门，他会开吗？还是他不会开？但我已经有跟他经纪人，我塞红包给他经纪人了。男的女的？经纪人是女的，你可以稍微先跟他聊天。好哦，先跟他聊聊天，对，好哦。好，非常令人情绪舒缓的一席谈话要不要再解释一下今天的代号是什么？抓鬼。我希望，秒上要去一个明星家突击，我要说我是去抓鬼，这样子会不会有点不礼貌？他会不会很大牌？如果会不会打开是彭于晏或者是舒淇之类的？应该不会吧？不会。那你是第一次参加突击的？对啊，对，那你要跟帮友讲些话。是的，现在帮友在看吗？还是十二点大家都睡了？大家好，是国王保镖，救命！你小声点啊！这边巷子会。好，我现在站在，其实我蛮紧张的，因为我站在一个晚上十二点钟，独自一个人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我心徘徊。小声一点啊！好，那就麻烦你，好嘞。请问怎么称呼 ？Cherry。好，请问他的男朋友是谁？还是他？还是我们去？还是我们家？还是去他家？先去他家玩玩。我就是该不？这里是你家吗？不是吧？不是。还是他是来试镜国光女神的？我偷了钥匙。我要被杀了。哎呦，好哦。所以真的，你不是来试镜国光女神？你要不要先唱一段？搞不好我们接下来机会会出来。可以跳舞啊。好。不是。帮友喜不喜欢？我们赶快去了。好，怕他睡了。好，我们走走看。这个地址这样子可以外露吗？这个没有地址，我没有地址，没有拍到。好，需要连我都保密成这样吗？几楼啊？六楼，没有电梯。没有电梯。六楼没有电梯。没有。我们要不要就回家了？那我们放弃好了。还是我们今天就算了，跟大家讲就算了。以我推测，六楼没有电梯，绝对不是大明星。我也想要，绝对是个素人。我也想要突击他。或者是。那个不顺遂的艺人走下坡的，怎么感觉？没有，我们现在今天走上坡。哦，真的吗？对，请跟着我看。哇，穿成这个样子，没有冷气就走这么冷。所以等一下就是他门一开，然后就抓住他，对不对？然后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知道。知道能够所作所为的就是抓鬼嘛？现在到底有帮友在看啊？有，现在400多个人。400多人，真的吗？叫我们按一下赞，按一下，给我点爱心。真的，你可以跟观众说标宝抖出来吗？可以标宝抖出来。真的吗？对。大家都知道，有 Cherry。忘记，业障，一切都是假的。你看他最近裤子穿蛮短的。他给我们帮友最好的视线。不是，你到底几楼了？现在到几楼了？现在才到三楼而已。好像是三楼，是。这口味很晕哎。为什么这个明星家里会没有灯？这个是开玩笑是不是啊？哎呀，现在抓鬼真的是抓鬼，睡在天台还是啥？放肆的艺人啊！他妈的！
别有洞天。别有洞天。哎，晚上听到吹风机的声音，哎，会不会是辣妹在洗澡？那是谁啦？看了就知道了。好。打不开，打不开。换锁了，这里。加锁。换锁了。哎。好。他是给你假钥匙 ，Jerry。我是不是偷错房了呀？靠。哎。来了。来了。哪里？这是张立栋。哎。我那是啥？再看看，去看看。嗨。去看看，去看看。是要突袭吗？去看看。你是立冬的经纪人啊？对。我们可以回家了吧？哎、欸，干嘛？哎、欸，你们自己看哦。对，看一下家里。哎、欸，哦，真的哦，是立冬哦。哎、欸，为什么会派你啊？立冬。哦。对啊，这是什么状况？为什么不是派女生？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是来突袭你家，你就是我们的行动代号抓鬼。不是吧？你们不是说要来？看我家长什么样吗？我来看看啊！突击哪一人家？抓到一个调皮鬼这样，抓到一个捣蛋鬼这样。哇塞！好哦。今天阵仗很多哎。哎。跟我心中想，因为我们刚才一路走上来，然后我以为有可能是国光女神在试镜，然后又是深夜，结果一打开门看到你们，真的觉得白痴哦，白痴哦！打扰打扰，立冬哎，打扰了。对啊，所以不是看一看，然后隔天再录吗？所以没有啊，所以来你家是要干嘛、啊？因为很多网友都说你很久没来啊，啊，我们发通告，嗯，你要来靠腰，他都去玩很大啊。哎、欸，你在直播、喔，我们幼稚哎、欸，还好，啊，就网友，我又骗，我每次都骗的，你会诚实一点啊，每次都骗我说干嘛干嘛干嘛。没有了，没有。哎、欸，我还特地哦，我没有在直播，我在录影而已啦。对，哎、欸，那录影这不是一样？因为他在说我家，看一下我家有什么样子，然后先来看一下我家长什么样，对啊，看有什么一些内容可以看、嗯，然后隔天，然后等一下来看一看，然后改天再来录。那不是人变少了啦？人变少了？对啊，怎么可能？你看到本来一千多，现在已经剩900了。看到立冬家就人变少了。哎、欸，各位，我家其实很好玩的，你看这个灯。有没有？哎、欸、，IKEA 绝版 ，IKEA 绝版品 ，IKEA 什么 ？IKEA 金虫灯绝版品，你看，生命力意象很浓厚的一个，还可以自己调你想要的角度，所以 你想凹去哪就凹去哪，直播是可以的，对不对？可以的，什么东西？对，我们直播 OK 啊，不是啊，你都这样子，我说不可以了，我可以把它关掉啊。哎、欸，不过，哎、啊，你是国光出来，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哎、欸，不过，假如这是立冬的家的话，对啊。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蛛丝马迹，我们可以稍微熏一下。先看鞋子或什么，找找看有没有妹的鞋。哎、嗯，看有没有长头发啊什么？没有啦，没有。哎，白痴哦、喔，这应该是这一看就知道哈，不是我们男生的尺寸的鞋子，这是工作人员的鞋子。不是啊，我们没有穿这个鞋啊。我们工作人员。为什么我要闻他的脚臭啊？我有看，他专门闻东西的。闻你啦，你走之前是你在闻的。哎，所以这是谁的鞋子？这不是我的，来一份。嚯、哦！找别的，好找别的。哎、欸，一定是他的。啊、这边有个女生，来，是不是你的？不是。是不是你的？来啊，没有人承认，来啊。那这个第二双，第二双。对啊，第二双。哎，这个嘞，这个哎，蛮俏皮的配色、哦。这一看就是不是男生啊、欸，比一般男生小。你旁边的买一双正常尺寸，你当我棒槌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给谁的？这个是谁的？稍微解释一下，生命中比较重要的女生哦、啊嗯，对啊，但是谁？可以，你要去看她吗？还在那边呢。她在家，去看她、啊，看她、啊，去看她、啊，鞋子丢在那边，先看。真的假的？你讲我生命哦，很少哎。大家都觉得我为什么会单身那么久？其实是有原因的，里面是我身边。你不用敲门哦，很重要的。哎，你知道？谁？这样子。他让我妹不要，他生气，他没有化妆啦。啊，立冬妹，很贱呢。立冬妹啊 ，Mary。很乖巧。哎，是啊，聪明的妹妹。哎，
因为去你房间看看，你房间有没有内衣裤，什么女性内衣裤？对，这个就不能离开了，我直接开，没有了，我们去看你有没有内衣裤。哇臭！哎、欸，好臭，热啦，是热。哎、欸，你这他妈睡在衣，这是什么道具间哦、喔？衣服、欸、全部都是潮梯。欸、床怎么会白白的啊？欸、你们保险？这什么？哎、欸，好啊好啊，这什么啦？这个不要。哎、欸，你很夸张哎！看到体液，不是啦，是什么字啊？液体还是体液？什么字？啊，那没有啦，那个是谁？那这个呢？那你为什么会有？为什么会有白白的？那个黑床单本来就很容易会有白。你流口水不会变白？睡那边你流头睡这边流口水。我可能就早上在这里不行吗？哎。所以，哎、欸，目前看上去是藏的蛮好的。有网友在问，那个王启明在问有没有熊熊啊？哎呦，有没有熊熊？哎呦，还真的可能有。有啦，熊熊的。熊熊什么？哎、欸，熊熊写真集。不是啦呀。哦，没有。看到凯乐的熊熊没有？那怎么会有这个？是什么？哇！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是有一个我的亲密友人送我的。他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这一根，嗯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嗯，哎呦，本人来回答好了，这个是他送的。哎、欸，你没想到你保存的这么好。对，撒嘴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哈，我们来，因为我在他去年的时候送他一根香蕉。不是的，这不是这样用的啦。等一下我先澄清完，不然大家觉得我们抄的、哦。对，其实这虽然看起来外表看这是小黄瓜，但其实呢，他是拿来敲背的。哦，你看捶背棒。真的啦，我才相信，很正常的用，不可能啦！等等，我不知道你这几年用放了些什么来。哎，不要闹了！来，翻，我看一下，再来，翻，我摸到湿湿的东西，没有啦，很干净。哇塞，好啦，干净啦，不要摸啦，要不然很像垃圾。真的要看一下垃圾桶吗？没有啦，都没有啦。换哥看来今天是要给你死的意思啊！超可怕的，要发通告，发通告，那就去玩很大。大热门，他不上国光的。那不然我们随机看一下床底有。对啊，为什么？什么饭啊，上香什么的，看没有什么秘格，可以啦。哎、啊，为什么不上国光？我都发不到你。对啊。屁啦！哎、嗯欸，你们之前不是停棚吗？嗯，然后呢？对，哎、欸，停棚起码三个礼拜多。然后呢？哦，我要去，当然没办法去啊，我怎么去？我自己跟那边录，谁管我？嗯，啊你，我们来也不给我们两个是怎样？对啊，我们哦，来，说冷气不开，超热。哎、欸，你们真的很 OK 嘞、欸。来，哎、欸，不要在这边乱翻呐！看牙刷，看牙刷。欸废话，我跟我妹的啊。只有两个人住，五支牙刷，为什么？因为牙刷很容易刷坏。嗯，我这一包黄黄是什么？一看就知道是肥皂哦，肥皂。哎、欸，来啦，一些女性用品。哎、欸，看牙刷真的。哦，发现各位，我发现体液。不是，我发现体液啦。要是发现体液好了。体液。液体什么啦？是煤气哦，那喷身体的啦，这什么？喷身体的啦，喷身体的哦，好，好了，好幼稚哦。厕所过关，哎呀，Oh my god， 我妹的内裤了没？哦，你们脏哎。没事，刚才那一段我们自己跳过 ，OK。不行啦，你们真的很变态哎。啊，我们可以。死定了啦！好了，坐了，我们全世界都知道我妹喜欢蓝色的。哎、欸，我妹跟我们冲出来抓狂啊！不会了，你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们这是找你有目的的。哦，是哦，你们家这个啤酒，欸、来了。哎、欸，而且你很不帮自己节目哎、欸。什么意思啦？你现在要看别的频道哎、欸。什么？我看旅游了又怎么样？旅游为什么会有什么问题吗？我问副总啊，我问他怎么样、啊？不要！哎、欸，来，好不好？没有什么好款待你们，你们是贵宾嘛？全都是啤酒，拜拜。这什么？立冬，自己人才有的。而且你不是约去年约康哥说要来烤肉来到你家烤肉，到现在也没有啊。哎、欸，他忙得跟什么？他忙得跟鬼一样哎、欸！啊，我也第一次。他现在在哪里？我问你，他现在在哪里？他在国外、欸。他在日本哎、欸。骂他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他在国外。他
在国外不行吗？他又没有录影。我是说他在国外其实还蛮好的。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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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要问你啦，放轻松啦，认真的啦。为什么你都只上完很大不来我们国光啊？我没有啊，是因为我们收视率开始。屁啦！你是看收视率啊？你们是十一点线的王者。十一点进的王，对不对？嗯，而且你是忘了娘家是不是、啊？嗯，我怎么可能忘了国光等于是，等于是忘了自己的名字一样。嗯，那、啊、你名字叫什么？张立东啊。名字叫什么？不然我们是访问陌生人。万哥，你这问题还大呢。不过还蛮好笑的，对。对啊。对啊。好啊，那怎么样？现在多少人？现在还不错，300多，1100。但我跟你讲，因为刚刚有个网友觉得讲的还不错。对。因为他一直他在你在他心目中，他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不相信这些一周刊啊写的东西。哪一位网友？叫王启明是不是？啊，王启明。启明，我跟你讲，启明他是懂我的，是不是？启明他是懂我的。好，那他整个名了。对，那他现在有个要求，哦，他现在有个要求，嗯，哦，网友杨志远有个要求。杨志远是你的飞机哦，还有要求，我聋了。你开照片，你是启聪学校了，对不起。你开照片澄清，你真的很清廉。手机的照片打开，什么意思？看他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没有妹啊？手机不送修了。哎、欸，十二点哎、欸，现在12点什么怎么样？大放送啊！什么东西？我们有看一下你手机里面有什么东西，简讯啊什么，大家翻一翻嘛。不行，那哎、欸，我跟你讲，那是个人隐私啊。个人隐私跟自己清不清明有什么关系？帮我先让你过滤一下。什么东西？你先检查一下啊。不能看着就有，不是你先，你看叫什么了？我们叫生长拿出来给你看，你看有没有尴尬吧？保镖今天代号是抓鬼，抓鬼啊！对，所以我这抓敢猜拳，输的就公布一张这样子，公布一张什么？公布一张照片、啊，公布一张我们私人照，最近的一张，最近拍的一张，最近的一张，对 ，OK， 好不好？好啊，哎、欸，你不要流汗哦，打开来的第一张。好，就是大家好吧，好吧，好，证明自己行得正，坐得直。好，猜拳。而且今天我算好好来，不是手机放出来，手机放出来。最近拍的一张这个，我们直接不用猜拳，两张都公布嘛。好，最近10张怎么样？好，好来，我不要，白痴哦！哎，你干嘛，立功啊？两张就好，两张可以啊。好，两张来猜拳。现在不能删，手机放着。好，手机放着。好，我不可能。好，猜拳。输的。哎、欸，我跟你讲，那我们公平。哎、欸，他为什么要背对？赢的人。为什么荧幕？没有啊，好，那是赢的人，赢的人不用公布啊。对，赢的不用公布，对，输的公布，然后再挨一巴掌。谁打？赢的打输的一巴掌。哇靠！但是我们公布、啊，就一巴掌就好了、啊，还好吧？对啊。我们公布、啊，我们玩的这么硬啊。欸、不是那个是一巴掌就好，还好吧？一巴掌。对啊，你以前被拜观音也没事啊。哎、欸，对，跟拜观音比起来，巴掌好。对啊，对啊，快点。好了好了。好了啦。反正一把嘛，一把就好，一把定生死，男子汉一点。还有100岁，啊都可以。占两胜。越玩越长，太超不想够。我们在那边拖时间。我们排七好了。好，一把接到收布啦。是男人就会出那个啦。对啊。是男人就出那个啦。半夜十点，我表到我自己，你干嘛？然后感应一下，你感应老物，不是、啊？对啊，最近2张嘛，哦，最近2张，哦，先压压惊，好害怕。来看一下，看一下，啊，干，把全部喝掉了，一次了，啊，对啊，一次了，兄弟情嘛。他说话，差不多了吧？不行，他说要干掉，好，兄弟情，兄弟情，对，兄弟情。制作人那个立冬这个也一起要输一起扛啊！对啦，要赢一起扛啊！来啊来啊！又没有在工作的，对不对？立冬啊，立冬啊！对啊，立冬干掉，干一下干一下，敬各位帮友。对啊，大家还没有睡，愿意谢谢你们常年来的支持，愿意看我突袭立冬的房间也算是。好，来，直接喝掉，直接喝掉。来，好了没啦？好。快点来，一拳定生死，快点来！剪刀石头布，碎 ！Yes！ 来，接一巴掌。我还要打他一巴掌，我来人家做客。你平常也被人家打好玩呢、啊。好吧，没有，真的看谁打的。不大力，
都要自己好看好看清楚，不大力就直接换对方。没有，我平常看他身打在你们表出真的相当杰出，尤其是巴掌的部分，是我之前没有学习过的。今天我就以一个，我就以巴掌的学长的身份，来告诉你巴掌要如何承受。快点，真的很拍死。不是因为怎样，身打他的力气其实有个叫郭子皇说突袭美眉。图西妹妹，图西太美眉了。那我妹妹，图你妹妹，我妹妹，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了。就正好逆到了，到人家做客，他请我喝酒。应该是这一点，感觉会比较清楚，对不对？对，好啊，这边好不好？好了，来了。戒指要先抽是不是，那手指手掌很有生命力，你知道吗？对对对，我把这个有，哎、欸，我靠，有镶、哦、有镶钻的这个朝内的、啊欸，这个朝内打的是凹陷呢、欸，这样子可以了。好了好了，没有了，戒指脱掉脱掉了，好了好了。他也会觉得莫名其妙来，拍谁拍谁，然后我们来然后被打，来打完还是兄弟，打完还是兄弟，先抱兄弟，打没事了，反正不是妹妹，对啊，这只是那个，我下不了手啊，好，来喽。哇、哦！看你，还好吧？这样还好吧 ？OK OK 對。对我是这样小短臂这样，我没有整个手或者是这样子，还好啦，还好，还好吧？再玩再玩。再一把再一把，然后上树啊上树。上树啊，让你上树一把，上树给我啊，再一输了你也没办法了，你不要喊扣了，不然再输你就漏那个。弄哪个啦？好了好了好了，对，让你上去。梁山伯啊啊！夺命剪刀手，可以可以可以，先打应该有右手来。刚刚好，刚刚真的没有在跟我开玩笑，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对对对，我照比照比的啊，照比的，哇塞，来来来，看来真打的真的是很棒的保镖了，对，你怎么布的？不是你打，你要打出声音，不是、哦、不是晃到我头脑啊！再打一次吗？没有。好了，那不然我们三战两胜。好了，不然就好了，三战两胜。哎，我们有意思说拔不到妹妹就拔头。我们去看一下你妹妹房间了。不是，那个我有道理有说。我们第一 round 那个还没结束啊，要公布照片啊，公布照片。对啊，照片。好了，你自己搞清楚流程好不好？你不要偷弄。我没有啊，就这样直接打开啊。好，这样不可能吧？好，我们相信立冬为人，放心。打开，第一张，第一张，他自己在第二张。哦，都是自拍哇！我再送你一张，再送你一张，再送你。哎，其实都是工作照啊。哎，等，干嘛？没有了，没有，我按错了。哎。哦，是什么？烤鸭。OK 啦 ，OK 啦，可以啊。我有些问题想要问立冬啊。哎，请，因为你们是前后任保镖嘛，算前后任助理啦。但我们有啊，森达自己讲啊。哎，我要讲什么？哎，你去看那个官网，一面倒都支持你啊。对啊，觉得你比较深入。都说你比较好笑啊。啊，这一点我有话要说，因为我跟你讲，因为那个国光这个助理是在我脱离魔王大道初期，我进去的，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要扮演很多角色，但我承认我很多角色很不像，但是因为那时候必须要跟康熙做一个对抗嘛，所以我就做了很多尝试，而且那时候我承认我的表演还不太成熟，不会啊，我现在去看，我觉得每一个我都笑到爆炸。你那时候其实是有点超越那个时代。你说超越对那个时代，就是、你那时候就开始走一些那种很冷的。哦。现在的观众再回去看，哇操，笑炸！我等于是当代那种艺术大师，就挂掉了。你不要讲那个官腔啦，不要讲这些五四三啦。我现在问啦哈，那个你们两个谁模仿的角色最多？这个还需要问吗？我只有一个张学友啊。有啊，他还有少熙啊、成龙啊，你看我都如数家珍。那你是什么？啊，我一堆、啊，拜托、啊。那个方顺吉，那对方顺吉什么吉藤，什么吉百吉，什么吉五百吉都有吉，都有。对，那不像吗？啊。我的模仿哦，是在那个精神重量重质。那其实大家都说真的张那个真打好笑，不是啦，
我们其实森达是真的很好。那个师叔同有人说立冬脚上很多伤，什么原因？很多伤。哦，我跟你讲，这就是那时候啊，在国光那时候出了一个车祸。嗯，是这个车祸、啊？就这个车祸啊。然后嘞？就你又不要拍我蛋，拍我蛋到底有什么？讲啊讲，没讲完啊。不是，就出了一个车祸，然后后来就好了、啊，好了就没办法回去啊。对，对啊，因为我其实因为我跟森达，其实我们本身都有在交流这个，在这边表演，其实压力很大，很大了。真的，其实大家真的要给我们几个两，不是几个，给我们两个很多掌声。要了，真的不容易啦，站上去才知道。你现在是很难过，你眼眶有点红哎、欸。不是，你是讲真心话。不，我，因为我承认我那时候真的没那么好笑，但是我变了，人是会变，就跟你一个宝贝蛋，它会进化。不是，我也大眼蛇也会。我也只有前面三个礼拜比较好笑而已。对啊，你看森达他。最近也是跟我说他蛮累的，谢谢他，这不能讲啊，我不能讲。对了，我每天都精神抖擞，他都，对，我跟你讲，他不是这样，他都说妈的，每前一天叫我要想五个，我脑子到底有装那么多东西吗？其实真的没有装那么多东西啊。对，嗯，其实潜力是逼出来的，但是对，我们都是逼出来的嘛。对啊，对啊，你在讲笑话对不对？没有啦，对啊。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十二点了，可以讲这种笑话吧？我们轻松一点了。可以了，我来讲笑话啊。那我跟大家讲，可是网友现在大家一面倒就想去看你妹妹的房间呢、欸。真的假的？啊，不太想要听你讲话。妹，你有换衣服吗 ？Mary， 她妹妹叫 Mary， 是一个非常知性的女孩子，超可爱的。网友想看我妹妹去做，我看那个。好，我们跟你讲，因为我本来之前大家可能对我误解不好笑，不好笑的部分就由我妹妹来弥补。我问你妹，好，你有化？我没有化妆。你没有化妆？那要换衣服吗？干嘛？好了，没事啦。对啊。跟他们打招呼。因为网友帮的朋友，网友觉得你哥真的不好笑，想大家想跟你讲话。可是我现在很素。嗨，大家好，我是立冬妹，请大家支持他，他是幽默斗士。就是斗士，斗士是挂掉了，然后叫斗士好不好？你别激啊 ！Fighter， 哦 ，Fighter， 讲英文而已啊。对，就是他很认真，也很努力。不是我们就好心酸啊，真的，为了幽默的奋斗感觉，一张票一事情啊。我们要特别谢谢 Mary， 因为我们在比魔王大道的时候，哦，真的，他帮我们两个想了多少梗啊？嗯，他才是幽默之王啊，对不对？对不对？很多人都说他应该是到了。比赛真的很辛苦，对，就是要一直想梗，然后节目组一直知道。你可以边讲边换衣服，对啊，可以吗？有比较多人吗？有，你妹一开门，人就开始往上走了。真的假的？那、啊、你们刚才一度掉到是二三十个而已啊，23个，23个，对啊，啊现在又涨到900多1000了，又900多1000，对啊。好啊，那你去换一套比基尼。这什么哥哥啊？好了，需要让出来。好了，早点休息，好，拜拜，加油。的确是我们唐突了，不是你们不好客。12点半了，什么东西啊？是哦，蛮开心的。其实你家很温馨的感觉，很温馨啊。而且有没有发现，那边你看，整面墙的 Batman， 对不对？其实是很有巧思在里面，对不对？好，你看这边，哇塞，那是谁？我啊，哇，这个女人是那个艾米吗？还是谁？她叫艾米啊。拍过就忘了。拍过就算。艾玛吧。艾玛。这是谁？他这是一个，这应该是节目做的啦，节目拍的，节目拍的。对啊。哎呦，对你应该有特殊意义吧？不然你不会放。对啊，他有跟你在一起过，还是周刊没拍到？我们就在一起拍照，对啊，这张你到底想问什么啦？对啊，其实网友很多，就是大家对不是我跟你讲，我的形象其实一开始都是很，你要不要先把那一瓶先喝掉？都很清廉的，对啊，边聊边喝嘛。哦，感觉应该叫给书记来吃。但是因为你看哦，因为我们在国光，我们势必要做出一些取舍。是，就我们其实本来是很正经的，可是你很正经，在那个节目就是不行啊。对，你看康哥自己年轻的时候荒唐，
不是，我是想接正派。他在日本也可以看直播。我跟你说，因为他可能假设那一个主题是我想要选拔国光女神，对不对？他就会问说，你觉得国光女神需要什么条件？那前面讲，那他突然说，白痴，你觉得怎么样？对，那你就要讲一个没啊，就或者是我就说我不管什么条件啊，我只要觉得下班好约就好了。下班好约，我就让大家就笑一下，然后大家就你很脏。那这其实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其实我们背负了蛮多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对，在这边可能要给我们一个掌声，不是一个掌声，没有掌声了、啊。对啊，还有什么问题？其实是这样的、啊，不过我进国光之后，他们三个大哥刚好都结婚，哦，然后他们现在转型，然后变成那个部分要你去做，结果我做了，他们直接说我下流跟低级。但的确是啊，没有啦，我是跟着你的脚步啊。对啊，对啊。OK， 你是很饿是不是？制作人那么饿啊？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啊，等一下给粉丝看啊。哦，粉丝啊、喔。对啊。Okay. 而且我今天有那个，有准备那个，比如说初来乍到，两手空空。哎呦。那个入门两串胶啦。哦。这个是我。这不错这个是我之前去那个 Tokyo Hot Tokyo Banana 啦。这是我去日本玩的时候，我想说进门的时候要给我打扰的那个女明星吃，结果进哦还有爱心，难怪真的是多想是立冬啦，那但是一样就是那就干椒嘛，你说这样，对，干杯，这个很好吃啦，对啊，吃一下，好吃，人数掉下来了啦，掉下来了，为什么？我刚看你冰箱有点夸张，它那个霜啊，冰箱结霜，结了快两层哎，啊就表示真的加。环境不是很好啦，所以网友想看我们除霜是不是？我觉得除霜，对啊，我有看他们这种的。除霜，还没有霜这个。我靠，这是冰河吧？哇塞，这白垩纪啊，这很像那个这个我有点夸张为什么？阿拉斯加的那个，对，冰窖。为什么上面要把它弄？那好像坏掉了。这是坏掉吗？但它是坏掉了。我觉得它电力充沛。哇，这个可以直接弄串冰这有点夸张怎样？这个直接刷冰，万哥，你看刷冰，哇，刷冰啊！不然我们刮一碗，刮一碗，输的就吃掉，要不要？超冰，半碗就好了。不是你半夜来我家，然后说他妈讲打巴掌，打完之后他妈把冰吃掉。阿蛋假赛没有啊？他妈假赛啊！来啊！我自己大的来，好不好？参与输的吃。来啊！我没在怕的、啊。拜托我们，对不对？我们有什么在怕的？对啊，来啊，除霜来啊，除一点就没。来啊，我用刮的啊，刮的啊，来啊，要不要加点烤肉酱？要不要？好，来啊。老公哦，这很老啊，有的，很老啊。哦，来这个是谁？你先捞，好，你先捞，哦。你不要在那边看啦！美的，你不要看我妹的内衣裤，白痴哦、喔！不是啦，我们是看看里面有什么。我妹还没嫁人呢、欸。可以了。你真的还要？不是，你现在刮太多，等下我们不好收拾啊。这样，好，来啊，好，来，然后加这个，来啊，烤肉酱，不是这个去年的烤肉酱，一小瓢就好，我看看保存日期，可以啦，可以，3年，对，没洗，啊这个啦，啊这个，哦，这个2018可以了，可以，2018可以，2018可以，啊再加一个这个，可以啦，一点点就好，你什么也可以，可以，啊不是你加什么我可以，猜输了吃掉，不是啦。就是对不对？我比较担心的反而是这个霜到底结了多久，上面加什么哪有差？这个吃下去一定烙晒的啦。可以啦。干嘛？你这样拌什么意思？放一个放一半呢、啊？拌的好像很热情这样。那酒干嘛？可以啦，加一点。你不要在那边装着好像在做料理。好啦。我想一点点就好。一点点就好。嗯。这样好不好？烤肉酱要不要？干嘛？我靠，那个味道好恶心哦！还好啦，
好像蛮好吃的。好了，太多了。怎么这样已经很咸了，万哥，我们这样到赛就算，还要洗肾呢。好，可以筛选，快点。啊，输的一样一巴掌，然后再加吃啊。哎，要不要？大家都是这个地球上的一份子，大家都参与，一起来玩啊，要不要？敢不敢？好，来，怎么样？一起，好，来啊！我们三个就好。好，怎么样？哪个没事？来，我来，酒吧来，来，不要，来，来啊！不行，凯哥也要。曾志伟敢不敢？来，曾志伟敢啊！来啊！来，现在输的最输的客哦，最输这样嘛，最输客哦，对，好啊，你洗啊，你洗，来，剪刀石头布，漂亮，我跟你哥喽，谢谢各位哦，耶！我跟你讲，我现在很难做，你知道吗？怎么样？因为我用他的书，他不会再发我通告，不会啦，万哥不是这种人，他记仇啊，不会啦，你不用担心，我让他输，然后怎样？来啊！来啊！你直接告诉我你要出什么好？对啊，我不要讲，快点！我为了钱，拳头，可以忍，拳头，他要出石头，你要出石头，他说他要出石头，好，来，现在不要聊工作了，现在下节目，来喽，大家轻松一点了，吃刨冰而已，来，剪刀石头布，我以为他会变，不会变，快点，我赢啊！这样也算是赵立东，对吗？你有没有看过干杯的 MV？ 搞够丑的！哦，这里面加了什么？红的这是？我现在只能用我想象力想象它是草莓。哎，还有一巴掌吗？哪有？有啊，不是一巴掌加一？你我醉了没有啦？快点呐！哎，各位，这瓶红色上面这酱料连是什么我们都认不得嘞！你买这什么鬼啊？这是什么酱啊？韩式酱。哦，你那个老霜真的是有点呐！我跟你讲，这个融化了变汤汤水水更恶。我家的霜，我在吃我家冰箱的霜，我疯了！我广告这么变态呢？你小心不要掉一口在地上，疑似哎，靠，这是什么？咦，这牙齿还是什么？不是，你看它这个，哎，怎么啦？它这不像是一罐冰块，不要演的了，快点了。对了个屁！哎、欸，吃香蕉就说话小，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好完成好。好，我跟你猜我，我爱国光帮，跟国光帮的所有粉丝，我变了，我跟以前不一样，我变好笑了。好，你快点吃、啊。我变瘦了，而且我愿赌服输。对啊，来，我家的霜，喊，喊，喊啦！Oh my god！ 可以啦，英雄好汉呢、啊？我觉得我什么味道、啊？好臭、哦！这什么味道啊？你讲一下口感，你不是美食节目主持人？你觉得怎么样？哎呀，我好辣，很辣，它是韩式辣酱是不是？啊，脆脆的，啊，脆脆的，哦。哦、好臭哦！嘴巴好臭！哦，这配口啤酒吧。好臭，好臭，好臭！好恶哦！我们下节目好不好？玩好像比节目上还更硬。我上帝是派你来惩罚我。差不多，差不多，直播差不多了，是不是？怎样？靠！你要走？敢不准走都不准走。啊、你要干嘛、啊？直播继续来，来啊！我们来聊嘛，聊聊国光，国光很多可以聊啊。来主题啦，主题啦，来，来聊，聊什么主题？来，不是我们时间差不多，直播时间差不多了，要睡了啦，粉丝要睡了，大家睡了吗？对，粉丝睡了。等下我看一下他们留言有没有睡，你们要睡了吗？他们还是想找妹妹聊，看一下，今天靠，不是今天，我只算这样，他们想看妹妹聊天。今天12点没有国光女神，好怪啊。哎，说对啊，说实在的，国光女神呢？万哥不是说今天会带？来，你们两个危险啊？什么意思？你们都在看有什么好玩？我们帮你们面试啊！帮友们喜不喜欢最近国光女神试镜间？喜欢吧？我们国光女神试镜间下次12点半在这边。有啊，那个陈耀谢耀成说叫你们见好就收啊。谢耀成，哎呀，谢耀成啊，耀成，对不对？好啊，那就拜拜。你去睡觉了。
对对，见好就收。现在多少人嘛？对啊，现在多少？一千呐，一千整。一千，一千呐。之前有突破一千吧？有啦，有啦，有吧？对啊。最多多少人？这有播这种最多多少人？1200吧。我上次一个人900多。那我们可以到1000多吧？妹妹那时候1500啦。妹妹刚那一趴1000。那你吃双的时候掉到400多啊？屁呀！不可能啊！对啊，你看王志勤说我要妹妹，王志勤，你点名王志勤。志勤，你需要妹妹吗？你跟我说啊，你要妹妹跟我讲啊，你冲着我来嘛。你要什么？你要跟他妈生一个妹妹？你要说什么？想看妹妹，都是想到底想看妹妹是有什么好看的？对啊，大家都喜欢看妹妹啊，妹妹出来就有笑点。不过这个企划，我大半夜穿成这样，到底要干嘛？就抓鬼结束了、啊，抓鬼结束，对啊，我就是鬼，然后就这样，因为我们是要他解释为什么直上网很大热门，他聚上国光，常来啦，他聚上国光，我一定会常来，来啊，要不然，欸、都我约的哦，你买 gay 哦，不是真的停棚，你停棚，你没有办法叫我去哦，我去那边干嘛？你买 gay 哦，对不对？而且我很久没有给鹏哥拜观音了，下次就拜哦，来，好啊，我等他，他手指最近应该还 OK 吗？还可以啊，还可以。屈哥痔疮还没好啊，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拜了，对不对？他连很多人都没拜了。对对对对，据说我离开之后，他的这项活动、这项习俗已经停止了。哎，这不重要了。那个林奇宏说：“妹妹有没有男朋友？”关你屁事啊！不是啊，不是、啊，我是说，不是我妹现在有男朋友，好不好？那就像现在就是热恋期，所以我没有办法。可惜。对啊。Kevin 说立冬退下，妹妹上场救援了。然后有人说立冬我要看国光妹妹哦，那个是不看你妹事，没关系。哎、okay. 欸，有人讲哦，说你们两个可不可以现在模仿一段，你赵熙啊，你指定一个，然后你们两个对话。哦，即兴的。真的哈、哦。立冬啊，好不好？开不开心？最近？不像吧？不是这样吧？太敷衍了吧？现在都晚上12点了，你干嘛？你以为还上班啊？啊？不过是谁指定的？谁指定？那个李大头啊，李大头、哦，李大头啊，好，你要模仿谁啊？到底啊？好，我来了，来了，嗯，来了，对，很像。我跟你讲，我模仿一个，我在国光还有荧光目前都没有曝光过的模仿，厉害，厉害了吧？厉害，给大家一个新鲜的，好，我们牵扯好不好 ？Brand new， 哎，十二点多这边不会吵到，好，管他的，好，好，那但是必须过来，来，你要，我们要那个啊，是吗？嗯，我也要，是不是？各位好，2016我的最新模仿，嗯，为你隆重介绍，嗯，Ladies and gentlemen， 立冬2016的 New Year's The Copy Show， 欢迎收看，让我欢迎演艺圈的大哥大，让我欢迎胡瓜，欢迎收看综艺大集合，我是胡瓜，下面一位，你超无聊的，妈的，你疯狂烂死嘞！我的妈呀，还有人下面一位，下面一位，蛮好笑的吧？我这是选杨森达是对的，哎，笑话要不要？笑话，你这还能模仿下去？笑话来，可以笑话，笑话，来。哦、oh, ，来，不好笑怎么办？不好笑，给你打，先打，刚刚一巴掌哦。来，好来，各位听吧。上一巴掌来接。各位好，听一下。嗯，好，你先。台湾舞王是那个 Break Down 罗志祥，对不对？对。台湾舞王是罗志祥。对。台湾舞后是谁？雷振宇。好，你们都听过了。好，那我再来一个。哎、欸，这很烂呢、欸。一巴掌吗？一巴掌。哎、欸，郭子煌说这是三小。好，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我的老二的故事。Cool， 要不要听？要。来，一定要。还是不说了。要来。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有点太长了。两巴掌，蛮好笑的。两巴掌，因为我的老二有点太长了，这蛮好笑的吧？不说了，因为我的老二有点太长了。我觉得蛮好笑的、啊，放歌好笑，不要先。好笑，你不要哦，不要、欸。你自己说，那个郭俊。对，大家。半夜，我跟你讲，半夜人都会有一些暴力，就是暴力形象，想要打某个人，这是不对的、啊。而且，对，有人说大力，有人说，哎、欸，鞋子湿了，有人说鞋子湿了，鞋子被雨淋湿，要放什么？放什么就 OK 了。下雨哦，你整个鞋都被淋湿了，嗯，要放什么？卫生纸吗？错，抹布，错，
放槟榔。为什么？槟榔西施。这个有吧？哎、欸，你这凭什么是你受三巴掌？真的、啊，讲完变尴尬了。哎、欸，人比人气死人，那蛋糕比蛋糕，大家都开始说没兴趣。蛋糕比蛋糕，问你妹妹出来讲笑话。人比人气死人，蛋糕比蛋糕，气死蛋糕。气死蛋糕。你问一下你妹妹会不会讲笑话？不会啦，我觉得那个老味太长，真的超好笑。对啊，很厉害。特别熟了，问你妹妹，蛮好笑的啦，你们不要闹了啦。哎、欸，深夜的我也讲一个黄色的好了。好，来，就你知道，大家就是有一天，就大家去嫖妓嘛，对不对？哎、欸，嫖妓可以吧？可以了，就那就只是笑话的范围嘛，都已经在深夜直播，你不要跟我客套在那边，好不好？好，就对，然后后来你知道吗？就是拍了表嘛，然后他就发现，哎、欸，奇怪，怎么有两个价位，300块跟3000块？他就老鸨就说，哎、欸，那这样，你干嘛？没有啊，你干嘛做表情？没事。对，好，那300块跟3000块，然后就哎、欸，嫖客就好奇说，哎、欸，老鸨，那你不然介绍一下300块是什么样？你也知道。不，先介绍3000块，打他！哎、欸，笑话讲不完整，这是不是该打？先介绍3000块，起码我的笑话都是很完整的哦。欸、超不好笑的，我还没有讲完。对，好不好先介绍一下3000块，对，算的啦。三千、啊，我打你哦，你打我，三比较好笑。没有差说立冬必须死啊？真的假的？太扯了啦！立冬必须死。哎、欸，他们还在笑那个起司蛋糕。对啊，起司蛋糕有人笑哦。这个是不是有点那个？有点是吧？哎、欸，真的，我现在真的很，真的还蛮好笑的。王恩义说，昨天大根的比较好笑，军金车。哦，那个军金车10年前的笑话了，你们 update 一下好不好？我那个笑话都是最新的，而且我都自创的，真的。是啊，有几个都自创。那为什么刚刚那个我听过？因为那个不是我自创的，但是后面那两个是自创。哦、oh, ，好啦，真的啦，哎，那这样子好了，既然来到你家，哎、欸，我们也要做个 ending 的啦，不然晚了我也想回家睡觉了，好，太无聊了啦，好奇怪的期望，你就是在家里面找一样东西，你送给粉丝，请大家分享这些直播，我们随机抽一样，你的哦、喔，就是见证嘛，现在在你家见证一样送给粉丝，一样，有点诚意哦、喔，那个抱枕，然后大家就上网分享这一则直播。好不好？那这个是立冬自己选，那我在旁边先休息吧。没有，你去他妹妹房间看看。我又要去他妹妹房间干嘛？哎，没爱捆啊！对，你跳一下，我笑一下，跳一下，对啊，看诚意了，诚意。诚意有来吗？我跟你讲，哎、欸，有点诚意哦。可以啊，要你送什么？哎、欸，一个粉给粉丝就好了。看一下，大家想要什么、啊？你可以问看大家比较想要什么。这是我说，陈玉贤说你妹妹的内裤，真的，你自己看吧。这你看，你跟他讲讲话嘛。玉贤，别人你妹妹的内裤就算了，我妹的内裤，你不要半夜不要闹了。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还有我妹的内裤，陈玉郑雨婷，还有不止一个。雨婷说原味内裤啊。哎、欸。我想想，哎、欸，有人叫我要小黄瓜，小黄瓜。欸、有人说我要小黄瓜跟香蕉，要不要？有人说我要小黄瓜，他要小黄瓜。嗯，那、啊、你问看香蕉 OK 啊？香蕉。小黄瓜那是我送他的生日礼物哎、欸。对啊。怎么样？香蕉，他喜欢香蕉是不是？那小黄瓜、香蕉，香蕉还是立冬酒？立冬。哎、欸，立冬酒，立冬酒啊，立冬酒蛮酷的。这个应该很难买到吧？这应该很难买到吧？立冬的香蕉跟酒。立冬酒还是香蕉，网友请选择。哎，好吧，原味内裤就算了。意涵没事的。意涵到底是谁呀、啊？没事的。妹妹内衣。哎、欸，你不要闹了，不要闹，不要再开玩笑。对，那个网友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了。对啊，你们也有妹妹吧？我留言说你要你妹妹内裤、啊，我没有啊。对啊，谁无父母，谁无妹妹啊？对啊，对，好不好？立冬酒这瓶不错、啊，立冬质感很好。立冬酒，立冬酒，好 ，OK。那要签名吗？你是哪里买的、啊？在哪里买的？我也忘了，但是我买一整箱的，一整箱。你签名，你签名，我现在签，你现在签，签，你签给大家看，瞬签啊。哪里有？哪里有？你家？你问我哪里有？对，有没有签名笔？我签名笔。哦，有，所以你看，一个明星，对不对？送妹妹电话。
好，亲笔签名，张立忠签上去了。哎呦，这瓶酒保存期限什么时候啊？哦，不止，应该蛮久了。可以啊。嗯，要不要喝捞下？还不错了，可以啦，可以。很久了，可以了，可以。OK， 可以哈。就是这个。OK， 到2017年。好，我看一下，看一下你的签名。来，张立忠。OK。好。好。就送这个，很棒、啊。那跟网友讲一下，请大家分享这一则直播。对，请大家用力，并且大力的宣传这个直播。这等于是我们两个的一个作品。对啊。没有啊，只是来无聊拜访你而已。不会。算了，不然他太突兀了。你们现在来，然后弄。啊，就今天没事啊。不是，我现在肚子已经有点不舒服，因为刚刚那个霜可能已经在发作。哇。啊，就刚好路过这里。啊、我哪绕塞绕回来拜。没办法去国光嘞，那其实今天来到立冬家，就真的是蛮，其实还蛮窝心的，对，蛮开心的。如果是女生，我还没有不敢那么轻松，结果是立冬真的松了一口气，对啊，老搭档，对不对？而且前后任，对不对？哎，没有我们，怎样？国光还不是照常运作？对啊，是运作十几年了，我们也是跟着你们拿了不少钱啊，怎么样？怎么样嘛？对啊，哎，你这房子我还没有跟网友讲，这房子靠国光弄进来的，这租的啦，这租的啦，你开笑、喔。我们两个真的是为了国光在。国光拿到不少钱，我为什么没拿到？没有，就是我们是他拿蛮多的、啊。我不可能，哎、欸，我以前有这个吗？什么？不可能嘛！什么东西？那是他自己的 啊，都赚的啊。没有赚哪来买？立即就来啊！不然借的、喔。没有是自己买的、啊。我们以前都是借的，都要还回去。是啊。对啊。所以你跟我报制作费耶。什么东西？你不是跟我报制作费那些道具？我借本来就是你们要出啊，不然我要出，我穷死啊！重点是梗的心意啦，我们没有在乎钱的。只要你们有欢笑声，欢笑是无价，你告诉各位，真的，对不对？对啊，这是酒后吐真言。我们喝酒的时候真的要输一起扛，笑一下，要拜托啦，好不好？现在人笑声很难赚，哎，大家都要森达签名呢、欸啊，真的假的？真的，你自己看，康佑、康乐佑。生意都是森达的脱菌都要、欸、我跟你讲是因为我没有 settle 了靠我要签你说我签在立冬酒上是不是、欸、这样子差很多很帅啊好了差很多啦诚意啦那森达有没有东西要送我你就拿他家的东西送你看看好了那我们走了啦好了啊要走了啊又没事做是哎、欸、那对啊，那我再找个东西签名给你们，还是签在这旁边？什么东西啦？啊，对啊，签在这旁边。不用啊，好啊，你签一签。好，哎、欸，拜托帮我们转分享一下啦，快点，快点，笔在哪？签名笔啊，这，快点，楼下停车费很贵哦。怎么搞的？那我在拖你们时间。有，哎，谢谢哦，森达立冬哦，两兄弟，东方升起的酒，打个啵。先啵一下，先啵再拍照，什么意思？啵一下，兄弟啵一下，先啵了。哇，这坐起来很不舒服的一个特辑啊！证明感情好。你干嘛？你要嘴对嘴啊！我嘴巴还有一些东西。哈哈哈！啊，就这样。可能有听过男的。还好吧？对啊。哇塞！哇！他把我的下唇吸进去。Okay、好了啦，好了，可以了，辣酱的味道，谢谢了，晚安了。不是啊，你不回家、啊？对啊，不是，因为我想说深夜，我这边就是你看，我就带一条我的换洗内裤，等一下洗睡啊，我就在这边。晚上我的意见回去太晚了，晚上回去太晚了啦。对啊，我就睡在这边。那你不要走到别的房间里啊？不会了，对啊，没人在那边嘛，对不对？他锁门了，没锁门，没。OK 了，好了，谢谢各位，晚安哦。OK 啊，帮忙分享啊，啾咪啊，帮忙分享，对啊，分享，前后注意支持，对啊，最爱立冬，好不好？最爱森达，